抢那个经验服，我真操你妈的！哎，我一定要给你看一下。哇，太牛逼了！那个 Dyrachyo 太牛逼了。就是我当时我打完，我跟叉哥说，因为当时叉哥跟我说那个蚂蚁不可能去吃经验服，我思考了一秒钟，我说感觉还是来了，然后我就用糖去做它，然后还是没做到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个符真的有点牛逼了，我给你看一眼它点的有多快。我 0.25 倍速的时候没看到那个符， 0.25 倍速好吧，给你看一眼。他他妈的点的也太快了吧！反正我当时打的时候我是没看到符的，这个就是正常的一倍速。反正我打的时候我是没看到符的，我连那个蓝光都没，紫光我都没看见。不，这个也不快吗？这个就是正常速度，一倍速啊！当时我跟叉哥看这个录像，他说这个 V 确实有点快，反正这个 V 好快，而且当时是我们有信息，叉哥说他刚被他打一套，这个状态吃不了符。然后我一想，可能也是吧。然后我就在这时候，我还在慢慢悠悠的走。但是我一想，这个逼，感觉这个逼不至于啊。然后我就踢过去了。我感觉是那个 Dyrachyo 的话，他一定会过来。然后我还用技能，还是没抢过。我操！太难受了，这波。